剪的。嗯。他剪了一个完整的身体。刚刚二标那边好像有人，那队友在标，有一队应该在那。怎么没有说在吧？我给你啊。好。安居。哎，宝贝。压一下。那个没，那把没天花板差差不多。对吧？他妈的，完全看不准。再一次哦。你开打险，开打险，这个吉普很容易那个，嗯，容易被扫下来。开主播模式不是要那个吗？剃须要打到人数。不知道欸，要看他的标准，就是你有没有在，有没有展开直播之类的。好，晚安。像晶晶就是一直开啊，然后去申请，但是因为人数好像 有几个人会在看这样。拜拜，老王，拜拜。啊，我是说晚安吧，我应该是讲晚安。拜拜拜拜。你好久没开吉普。城内什么玩意啊？哦，欸，山上好像，哦，在古装，哎，欸，有没有古装啊？喂，欸，OK 古装吧，要我打药，哎，古装你阳台吧，二楼。嗯。我左边有一个。